手机，子狗把我的手机都整坏了。哥哥，手机摔坏了，可以拿去把它卖掉啊。现在卖旧手机都不用出门了，就那个最近很火的转转 APP， 他们有个上门回收的服务，在家就能把手机卖了，当面打钱，立刻到账。我那台苹果12都卖了4000多呢，太省心了。但是现在孩子的安全才是最重要的。糖果，我跑到这里来了，走，把车拿走。